你要去找伊啊？趁你有默契哦，我拄好嘛要来找伊。好，茉莉，这条破链你打算要安怎处理？伊只，提起。嘛，较差不多。反正这条破链以后卖阁挂，一点意义都拢无。 这条破链是我家己用自己买，我要安怎挂就安怎挂，别人拢管袂着。哎呦，文珍，我只是无希望哦，你安出其他的麻烦尔。这是莫嫌我麻烦的是无？我为着你，想让你坐委屈，你凭啥物啊？你要求我？更哦，你嘛要安尼无代志找代志就好。 啊！明明都看了思思来公司找我，你到尾到我做伙去食饭，你毋知迄顿饭哦，我食着强要假死，迄顿的规暗哦，拢无度消化的。敢是安尼？我看你食了足欢喜啊！你搁会当甲思思伫遐长江面顶，搁伫遐讲过去的代志，一点仔拢无问题啊！讲到尾，当甲点的都毋讲话哦，安尼思思一定怀疑的啦。 你都向你阿家思思，伊一讲话，你就足欢喜的。我一讲话，你就隔一个面，亲像惊我讲出什么代志，把我当成是贼仔咧防。我是真正足惊你后面讲话，有当作我这样认为哦，你就亲像一条不定时炸弹共款，毋知虾米时阵会甲咱两个代志全部拢压出来。刘佳呀，我为你付出遐尔济。 想要坐委屈，我为你，你哪拢无啊？而且我搁住伫迄个永厝，拄受苦过，你三不五时就甲我办婚假，你毋敢无感谢我，毋敢无甲我问我，无安慰我，你敢咧讲我？之前你明明就甲我讲，你的店面背伫我的身躯边，绝对袂我任何压力，嘛袂要求收一个一点的低调，还结果即马，即马说我大概去陪你。 啊！一看不着我的人哦，但你伫躲避连环考，你敢知啊？我咧足为难，我真足痛苦的，你知无？我嘛足受命，甲两边拢甲顾好势，做一个负责任的查甫人。毋过我即摆夹伫恁两个中，我真正强要袂喘气啊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敢会当小提一步，我小小转一下，好无？ 看起来，嘉佑根本都无想要让思思知影。若是继续安尼落去，我们都要一世人拢做一个袂见一个地下情人，干哪会当嘉佑安尼偷来暗去，捡大埔村的时间？